我们就是那么疯狂，因为百年难得一见呐、啊。对啊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移动。10月8号，瑞芳瑞芳场20:24，还有是2359号，花莲发车将北回线开往树林的第二2800，九万没有很近啊。瑞芳站拍照20:25。准备关闭车门了，2354在瑞芳站，准备关闭车门。欢迎八十九北向的树林，我第二2800型的面团车。好，关闭车门。拜拜，再见。今天有好料的啊，观光哈。对啊，上一班遇到的。他怎么说的？他刚刚吃的，他在帮你解决，他保存。他说他们知道。也蛮慢，以后这台被淘汰啦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再见，拜拜。